怎么样了？你都听说什么了？听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挺好的。真的？嗯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觉得自己表现还不错？没有啊。那别人觉得你表现不错？也没有。那好什么？我胖了6斤。别闹！到底怎么样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自己是觉得前所未有的好，但是如果以后还让我在直播间出现的话，除非一个雷把所有直播间人全都劈傻了，否则他们肯定再也不想见到我。哦，对了，你给我那个肩垫被我全部汗湿掉了，我让我扔掉了。出汗？你有这么严重吧？我全身都湿透了，我全身都湿透了，观众打电话进来就是这个事儿。你是说观众打电话进来抱怨说你出汗？那没有，他们问我是不是有心脏病什么的。不是你说的，如果这些都是真的的话，你为什么这么淡定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不符合逻辑对吧？你想啊，我身上，我主持人身上全是汗，满脸都是汗，都滴到我眼睛里面了。然后那边导播还压着现场的那些观众，外面观众打电话进来，然后他们那边还要我继续微笑，还要我主持，还要继续念稿子。哎，算了，不说这些。你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弄点。我家有几个，还有鸡蛋。我得去别的地方。啊？去哪儿啊？我去他那儿，你知道的。等会儿呗，你先坐下，等会儿，你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等一会儿。其实我不太想让他等我。我觉得我好像想和他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，滚吧，快他妈给我滚！哎，别，回来！你有病吧？你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吗？我知道。你先坐下，你让我先想想。咱们都先冷静一下，先都冷静一下。你想干嘛？这样啊，你还把我当成你那个最好的死党可以吗？有话快说。你不能跟他在一起啊，他会毁了你的。可能吧。我知道你喜欢他，你对他好，但是我也从来没见过你对谁那么好过，但是凭我对他的了解，真的这个人就是个人渣。闭嘴吧你！你想啊，如果是一个人渣，他脑袋上会写人渣两个字让你看见吗？他绝对不可能啊！这种人的套路都是先让你觉得他非常好，然后他把你骗到手以后，你就像他战利品一样。这种男人太多了，我跟你说，就他妈这种人渣能搞上所有好女人。我觉得你才是人渣。你知道我不是啊？为什么？如果我是，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，第一个知道的不会是你吗？好，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帮他呀？我帮他还不他妈是为了你？我实话跟你说，如果今天晚上顺利的话，可能这些话就烂在我肚子里一辈子了。但是昨天晚上我在直播前听见他在背后谈论你所有做的事情，我觉得在他脑袋里就是个屁。所以其实我想是
你，我想是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应该是我。其实我早也就不这么想了，但是，我后来也，对，所以你算了，你先走吧。我今天稍微有点累，我不是特别。你知道我其实我也从来没因为谁跟谁打过架什么的，也没有过什么。Cowards think anyway.